舰长，情人节快乐！既然你看到了这封信，就代表你已经尝过巧克力了吧？如何？和我说的一样，很好吃吧？好吃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平时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真不好意思。谢谢你一直没有跟我计较，舰长对我很好，所以尽管很难，我还是努力做了这些巧克力饼干，希望舰长能喜欢。要吃光啊，我会来检查的。